宁呢，他基本上不是唱歌，不是演戏的嘛，他是去活动的嘛，对，啊，去公关秀，去什么展览会等等，对，那些活动的平台是相对比较开放的，很难说一两个掌权的人，不管他是政治界的人物还是电视台的人物哈，不是他们所以可以控制的，而是说，哎，只要他去展览，多人来，因为翟宁在，我就买票去看那个展览，他就可以出来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啊，就是当然，就是他们爱讲道德，但是啊，考虑到今天社会的复杂情况啊，讲道德一定得非常小心，尤其是这个媒体啊。你凭什么就是上帝呢？嗯，你的耶稣都说了，你们谁没罪，你们可以拿石头砸这个妓女，对吧？那是我也讲我的一种道德，道德第一条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太多元了，现在这个世界，你很难找到两个道德观完全相同的人。对，比如说这世界上有的文化认为这个一夫一妻，有的文化认为可以娶四个老婆，最后你知道各个宗教各种文化的人凑在一起开过一个会，说。我们得找出一个我们能够平等相处的一种道德底线。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咱孔夫子的话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再有一条道德，我理解是什么呢？是对自己的，是检讨自己的，这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对吧？再有一种对道德的理解，这也是中国古代先哲说的啊，道是什么？真理是真相，德就是真理发生作用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哎，我就较这个真儿啊，说什么社会责任感的，说什么都可以。但是问题在于啊，咱真叫理性的，真照新闻记者的标准来说，翟玲这个视频这个门，不外乎两种可能：一种可能他是被人放上网，那么他就是受害者，对，已经进入司法程序。如果真的他是被陷害，那么你这样去质问他，不残忍吗？好，下一种可能，是他自己炒作。甚至是他自己放出去的，那么有人就说了，就像今天社会里，我告诉你，很多这个女的是自虐的方式，自残的方式，她把自己两腿岔开就为了出个名，哎呦，我们都该同情她吧。是，换句话，有人还拿曲美凤说事儿呢，说曲美凤完了到新加坡唱歌去了，那人家不得得点补偿吗？这个那么样的不合理吗？所以我就说，做人真的要厚道一些。就是说，我们不管做任何东西，现在的社会有时候太过的剑拔弩张，尤其是可能我在台湾有时候做媒体的时候，你也是，我们抓了人家一个点，就一直不停的放大，不停的放大，然后一直把它打到死，而且还要这样踩，这样，你才会觉得说哦。我够正义啊、哦，所以我声音讲最大声，而且当群众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好像我跟着大声走，我就是最对的，所以我就说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就是大家私下八卦，我觉得网络上已经变成是一种道德的攻防，好像我才是最道德的，我是最正义的，我才是最对的，我是最白的，你才是黑的，哦，就这种就是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种。太过的对立，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么这么的黑白。对，所以你们说我为什么老说我不道德？我不道德，就是看出自己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马博士还是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说一下看视频的体会？看，因为网上太多可以看哈，其中有个叫做自拍视频是一种，有些是固定的照片哈。我特别注意到中国很流行说非主流自拍哈，我就看什么，原来基本上就是把衣服脱光，或者说穿得很小叫非主流。那我忍不住冷笑了啊，这种所谓非主流其实是非常主流哈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完全是从男性的消费的欲望哈，来看自己的身体。一个女孩子拿了照相机来拍自己哈，她都是假定假想有一个男人在看着她的身体，她拍来这个角度是满足那个男人的，这种不是非常主流吗？哪里是非主流？我们看欧美社会很多女性自拍啊，是真的是非主流是什么？有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她拍自己还有她母亲生病的身体，每天拍一张。拍着整个身体的残破，他来告诉全世界，女人的身体啊，不仅是给男人来消费的、来享受的。我们身体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有我们的生老病死，哈，是这样呈现自己女性角度的身体。我觉得中国女人自拍啊是可以的，你要拍一下其他的角度、其他的另类的想法。倒是有一类啊，文涛，你上网看看，很多女孩子啊不一定是脱光衣服，她只拍自己的样子而已。我们通常啊，从男人的角度，总是觉得女生要像幼婷这样才美女哈。很多女生
自拍啊，我们一般觉得不太美的，他只要看到自己某个地方，比方说他嘴角那个那一颗小痣很美，他就很满足了，放上去，我觉得这很好啊。美这种定义是由女性自己来界定，不一定要由男人来说的。友婷，你觉得你的美是一种什么样的美？什么样的美啊？就自然的美，是男人眼中的这个美？那倒不是，我觉得这就是自然，就是我妈妈爸爸把我变成什么样，生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那我只是说，像女生现在的自拍，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女生，我们也懂。其实现在大家玩自拍，有时候你放上网，我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可能我很需要认同，就说我的自拍就像马老师说你放自拍，你其实是用别人的角度，你说自拍好像自己跟自娱娱人，但是到最后其实你是希望别人来认识你， 是你是希望别人认同，而且大家越来越尤其是一些我们叫素人啊，就是一般的民众，他越来越喜欢透过网络啊或者是微博这种东西，让很多，因为他想享受那种被肯定的感觉。你说你觉得女人觉得女人好看和男人觉得女人好看，我的感觉就是啊，哪个女人跟你说哪个女人好看呢？那是严重不靠谱。哎呦，从上次这，哎，我就别说具体的了。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？我甚至觉得这女人是虚伪，就是你难道不知道她没有那么好看吗？那么有女人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觉得她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奇怪啊。女人不是虚伪，她在期待你有所回应，你一定是说啊，她哪比得像你好看？哎，咱们就最后听个歌啊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还要听歌噻。哎，这个我就说，你看，很多时候你说女人就觉得我自己美，我自己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实际上我就觉得，他最重视的还是男人的眼光。是啊，就我说，那其实你我们放上网，或者是我们做任何事情讲的话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。